因为有你们，让我一个换农光的女孩子变成现在阳光天使。我是一个两次麻痹，从小受人家欺负，没有朋友。我最喜欢参加家务中心的联谊会，让你可以跟很多小朋友玩在一起，开开心心，也可以吃到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我每次我心情不好时，有特工老师和义工大哥大姐姐的会帮助我，加油打气。我也喜欢抽到内眼里的气，心中都有光心，光心我的光串，让我觉得有人关心我，让我很感觉很温暖。每个月都很期待抽到气。毕业后，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赚钱，为了不成为家人的负担，我很努力的工作，但一直不注意，种种点点让我倾听。我常问自己，别人可以，我怎么不可以呢？曾经想要自杀，一路走来有许多人帮助，我不敢怕别人的眼光了，我走出来了。我是微笑天使，你我。